27题乘第26题，甲乙丙三辆车子在 T1 时的瞬时速度大小关系为何？我们说 ST 图的直线代表速度，一条直线代表一个速度，甲乙丙三个都是斜直线，就代表它们是只有一个速度，就做所谓的等速运度运动。因此它任何时间的瞬时速度都跟任何时段算出来的平均速度大小是一样。同时呢， ST 图的直线代表速度，直线越斜代表速度越大，而这个三条线是平行的，表示一样斜，然后它的速度是一样的。因此第27题问我们说，甲乙丙三辆车子在 T1 时的瞬时速度大小关系为何？我们答案选的是 A， 甲等于乙等于丙。